好，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，我是你们的 Yuki 姐姐。然后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，是想和我们的观众朋友展示一个超级可爱的这个小小的黏黏胶。那么在这个黏黏胶里面呢，是有两个小眼睛，它的名字呢是有一个叫做 Ultra Putty。它的这个黏黏胶的话呢，是一个夜光的黏黏胶，然后它本身呢是带有这个绿色，一个荧光绿。这边是有一个标志，是适合于我们3岁以上的一个小朋友可以游玩。然后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可以把它进行一个开箱的展示，看起来呢还是比较的可爱的。里面呢是有一个这种透明的胶带，非常的坚硬。然后感觉的话，它的手感呢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硬的。我们可以把它拉断，看一下它能不能像一个弹弹球那样弹弹弹呢？我们可以把它的眼睛呢也给它贴上去，这样的话呢就看起来就像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小的这种小怪兽。我们用紫外线灯光呢给它进行一个照射，就可以发现它是在紫外线灯光下呢能够发光的一个这种黏黏胶。然后在晚上的时候呢，把它的灯全部给它关掉，它也是一个绿色的夜光型的一个黏黏胶。好啦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呢？如果喜欢的话呢，不要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，或者是可以在视频的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然后这样的话呢就能够直接收看到我们每天最新最初的视频啦。那么可以在视频的下方呢给我们留言，告诉我们你们的愿望。我们下期再见咯，拜拜。